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，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大家翻开修《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》第十四页。第十四页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。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。 对对，地方四则普待众生受苦德，为修出行法，不畏自身，但欲广利群生，冤亲平等，普令断二，备修万行，速证菩提。普带众生受苦德。 众生受苦无量，常怀悲悯救度之心，令离苦得乐。啊，这个普啊是普遍的啊，也就是说啊，没有遗漏，没有漏掉的啊，这个称为普啊。我们佛门一般讲啊。 普度众生了啊！众生呐、啊，要普度啊！在四弘誓愿呐，第一愿呐、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这个就是普度的意思。那么，众生有苦难啊，就是自己的苦难。 啊，要去帮助众生呐、啊，承担、分摊这些苦，啊，也就代众生苦了。那么，怎么样代众生苦呢？啊，众生的苦，我们能代替吗？啊，一个众生。 他肚子痛了，不舒服了，那我们能够代替他来受这个病苦吗？啊，那这个肯定做不到的。啊，这苦乐自当啊啊！无量寿经佛给你们讲啊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啊，受苦。 受乐都是自己要去承担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啊，你做善事升到天堂享乐，那别人呢、啊、也享受不到。啊，你自己享乐啊，因为你自己修的，你自己造极重恶业堕到地狱，啊，也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。 自己要去受这个地狱苦，别人也不能代替。啊，我们的至亲好友，他有痛苦，我们也没办法去代替他来受苦，啊、让他减轻痛苦，啊，或者全部给他代受，啊，这个也做不到。 啊！如果能够做得到啊，那活菩萨大慈大悲啊，通通代我们受这个苦，那我们大家不就没苦了吗？那事实上啊，啊，这是做不到的。那么这里讲普带众生受苦得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里讲的意思啊。 就是要做出好样子给众生看，这个就是普代众生受苦。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佛的福报是圆满的，啊，佛为福慧二足尊。 那佛，他福报是圆满的，在他的物质生活来讲啊，啊那是很丰富的啊。我们一般讲啊，荣华富贵啊，啊佛的福报啊，那、啊、世出世间没有能相比的啊。那么。 这么圆满的福报，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当年他示现给我们看的，他是过什么样的日子？山一一波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你看他这个物质生活水平啊，降到最低了。衣服啊，只有三件。 啊，我们一般受戒啊，啊，三坛大戒戒戒场都有分这个三一五一七一九一。啊，这个三一呀、啊，五一是做事的时候穿的，七一做法会，九一啊，有遇到啊国家的庆典、大的这个典礼呀、啊，啊，要去参加呢。 那么才搭九一，他这个出家人呐、啊，佛他带头，只有三件衣服，五一七一九一没有多的了，没有第四件了。一波就是一个波，啊，波是向人讨换的乞食啊，这个居士信众啊，给换菜。 放在锅里，啊，日中一食，一天吃一餐，啊，每天要去托钵也很辛苦啊，走路，啊，我们在经上看呐，啊，从灵鹫山走到四位大城呐，来回大概要半天了，啊，一大早就要出去啊托钵啦，啊，回来啊，中午啊吃一餐。 啊，那吃完之后啊，讲经说法，休息呀、啊，树下一宿，啊，没有房子，啊，就住在树下，啊，而且树下呢，一棵树只能住一天一个晚上，啊，还不能停留第二个晚上，啊，为什么活这么受限啊？那。 怕我们呐、啊、生贪恋心了。那么活这样的物质生活啊，一般人觉得苦不堪言了。啊，一般人觉得苦不堪言，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三件衣服，一个钵啊，日中一词树下一宿啊，这种。 物质生活啊，降到最低了啊！一般人看呐、啊，这个日子过不下去啊！啊，但是佛呢，啊，他就是这样表演给众生看啊。佛有就近圆满的福报，他不享受啊，自己过这种最苦的日子。 这个就是代众生苦了，啊，把福报分享给众生了，自己不享受，这个叫代众生苦，啊，好像我们有钱了、啊，啊，你可以去帮助别人了、啊，啊，自己不享受了，啊、这个就是代众生苦了，众生有苦难，他有需要要去帮助。 啊，我们自己不享受，啊，多余的就去帮助众生，啊，这也是带众生苦。那么，再一个具体的代表啊，地藏菩萨花宴啊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，地狱未空誓不成佛，这个也是带众生苦具体的。 表现了啊！地藏菩萨发愿呐、啊，众生渡尽啊。那么优先度的是地狱众生呐，啊,啊，地狱众生是最苦的。在《地藏经》我们读到啊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地藏菩萨呢，在阴地啊，啊，这个。 婆罗门女、光目女，啊，这个一个国王啊，一个大长者子，啊，这个四个代表，啊，就是因地啊，花了这个业，啊，众生度尽，众生度尽，不是度众生，度到人天善道。 或者度他成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成菩萨，而是要把众生都度到他成佛了。啊，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他自己才要成佛。啊，画这样的大圆。啊，所谓地不空啊，事不成佛。那实在讲呢，地藏菩萨他早就成佛了，啊，只是他没有实现成佛的身份来度众生。 他还是实现菩萨的身份，来帮助一切众生成就。啊，在地藏经我们看到，就是他度的众生都成佛了，啊，也就是说他的学生呢，成佛的非常非常多了，那他自己老师还在当菩萨。 啊，所以地藏菩萨实际上他早成佛了，他只是没有视线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。啊，还是视线菩萨呢，来度这些苦难众生。这是普代众生受苦得的究竟圆满。啊，地藏菩萨是一个具体代表。众生有灾难，我们愿力与一切众生共患难。 啊，那等于是同舟共济了，啊，不逃避了。我们修行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忏悔，忏悔的标准就是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列道，啊，《十三列道经》天天读诵，看看是否都做到。如果哪里没做到，那就是我的过失。 明天不要犯这个过失，天天改过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所有过失不要责怪别人，是我自己还没做好。我们能真心忏悔，众生看了会感动，慢慢会回头。啊，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带众生苦的。 具体做法啊，就是自己修行了啊，修行啊，就是代众生苦了啊，众生都在享受啊，我们不享受啊，我们日子过得苦一点。道场啊，这个假日啊,啊，那正是做法会的时候啊，那大家放假了就完了，那我们。 就要去做法会，啊，这个也是属于代众生苦的一种表现了、啊。啊，现在啊，台北双溪小组啊，做第七个护国息灾百暨系列法会。护国息灾啊，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啊，天灾人祸啊，瘟疫传染病。 啊的新冠肺炎呐、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除。啊，气候不正常，啊，战争等等的，啊，这些都是灾难呐。啊，所以做护国息灾啊，也是代众生苦的一种。啊，天天做法会啊。 啊，那大家呢也很辛苦啊！啊，出家在家四众弟子，大家花心来护持这个护国寺在百期训念法会啊，大家也都牺牲自己的假期啊，来花心啊，做义工，做护法啊，出家众要领众诵,诵经念佛啊，处理啊这些。 事物等等啊，都没得休息啊，那这个也是属于啊带众生苦的一种啊，所以带众生苦啊，有很多方面呐、啊，都是的，都可以做的啊，我们自己呀、啊、能够做的啊，那就。 做我们现前呐、啊，我们能力做得到的啊，那么受一些苦，主要为了众生消灾免难啊。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，也曾经给悟道讲过啊，他说我们做护国息灾啊，啊，帮助。 这个世界，的众生呐、啊，灾难呐，延缓一天发生，多功德无量那么这灾难呢、啊，大灾难啊，当然有小灾难啊，能够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呢、啊、往后推迟啊，能够减轻。 灾难呐、啊，发生时受害的程度，啊，这个对众生都有帮助了。啊、灾难不能完全避免，但是我们做护国息灾啊，帮助众生呢、啊，减轻灾难，减轻他的苦难，把、啊、发生灾难的时间往后推迟。那么这个。 都是属于带众生苦了啊！那么做买机系列啊，是一种啊。再往前呐、啊，二零零一年呐啊，那么那个时候啊啊，也是有预言呐、啊，台湾有灾难啊，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劝我们同修，大家发心呐、啊。 印乾隆大藏经》来洗灾啊！那么那一年呢？啊，这个二零二零零一年那一年呐、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啊，美国九一一啊，双子星大厦被炸毁了。 啊，那么第二年，二零零二年呢？啊，在零一年呢、啊，就有通灵的预言家呢，啊，到图文巴，啊，是一个菲律宾的啊一个女众，啊，告诉加斯静老啊，台湾呐、啊，在二零零二年呐、啊、三月底四月初，太平洋有一个魔鬼要毁灭这个地方。 啊，那么他也提出啊，啊，消灾的方法、啊，拿一些钱呢、啊、给他去做好事，啊，但是我们楼上啊，他有接受他这个信息，啊，但是、啊、没有接受这位通灵女士她提出来的消灾的方法，啊，他消灾的方法呢，就是要带他来台湾呐、啊，啊，这个。 北海岸呐啊,啊，做法了啊，拿钱给他做好事了啊。那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就没有采纳啊。我们敬老和尚啊，以印《乾隆大藏经来习灾》来施灾啊。而且那一次啊啊，因为灾难的地区在台湾。 所以，只能住在台湾的人发心，啊，而且不能找一两个有钱的人来发心，印乾隆大藏经啊，要有钱没钱，大家通通要发心。有钱你多出一点，没钱少出一点啊。在台湾呐、啊，移民住在国外的，那都不行。 啊，一定要现钱呐、啊！住在台湾的人发行呐、啊，这样才有效果啊！所以当时啊啊，我们一毛钱也没有啊，那个一部《大藏经》要好几万块啊！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啊啊，我们印的数量不多，那当然这个。 价钱就比较贵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八万四四千块一一套，啊，后来呢，我们开始发起呀、啊，一人一块台币，啊，印《大藏经》啊，来祈灾的这个启示。 啊，得到很多人的回响，啊，那真的有捐这个一块两块的铜板非常多，啊、嗯，有的人都花多花心，啊，后来呢，也累积到有五百部的价钱，啊，后来我就跟印刷公司啊，啊，这个商量了，啊，说以,以前啊，我们是几部几部的印啊，那个。 价钱呢、啊？成本高，啊，现在呢有五百步了，就不能再算那个价钱了，啊，后来啦，一套也要定到六万块，啊，那么印这个经波折很多，啊，这个校对啦，检查脱页的了。 那怎么做啊？总是有瑕疵啊，啊！而且呀、啊，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啊，啊，还遭受到人家的攻击诽谤，啊，扶持我们的人毕竟还是比较多，啊，但是啊，总有人呐、啊，啊，对我们这个他很不满意。 啊，攻击诽谤啊，甚至开这个这个宣传车到我们滑上楼下啊啊，指责我们啊，污蔑我们呐啊，说、啊、这个钱拿去了啊，印造伪经啊，那是讲的也是是有离谱了啊。那乾隆大藏经，这个是木木刻版古代的。 啊，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出版的，他怎么会是伪经呢？啊啊，如果说印制的过程呐、啊，啊有错字，啊修改有瑕疵啊，那这个肯定有啊，这个我们不能说没有有瑕疵啊，但是说那个是伪经，那这个就不对了。 啊！但是我们也遭到人家这样的指控，啊，我们也都承受下来，啊，那么那一年呢、啊，的确，这个菲律宾这个通灵的女士讲的的确有应验了，啊，说三月底四月初。 那么三月三十号啊，悟道以家师敬老啊，还有悟行法师啊，那个时候我记得还邀请啊，总理尚国林、刘林长夫妇啊一块前往啊，我们一行啊有好几个人啊，到韩国啊啊，我们敬老和尚去拜访。 韩国的佛教大学那么三月三十一号啊，去拜访啊。那一天我到韩国刚好重感冒啊，我就给师傅请假了啊，不能参加这个活动啊，就留在宾馆啊。那么到了下午啊，啊稍微舒缓一点啊，我就在房间呢、啊、打开那个韩国。 的电视台、电视机啊，看看他们的电视台啊，结果一打开啊，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啊，就报道啊，台湾北台、台湾啊台北啊啊，有很大的地震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在一零一大楼啊还没有盖好啊，一零一大楼那个吊车掉下来啊。 砸到一部车，砸死了五个人。啊，他台北市啊有一栋房子倒塌。那么我看到这个信息啊，知道啊灾难减轻了。啊，没有完全避免灾难，但灾难减轻了。啊，如果根据菲律宾通灵这位女士讲，那毁灭，啊，那起码呢。 北台湾地区呀、啊，是有很严重的灾情，就地震的灾情啊。结果那一次啊，我看到这个信息啊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筹募运乾隆大藏经了啊，我心里就有数了，的确有啊。他讲的没错，三月底四月初啊，他讲的太平洋的魔鬼。 那就是那个镇央啊，从太平洋啊，宜兰外海那边啊，相当大的一个地震啊，所以那次灾难减轻了啊，我心里明白啊，但是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啊，因此啊，我们。 做一些替众生消灾免难的事啊，我们还要承受人家的污蔑毁谤，还要承受别人的误解指责啊，我们也都承受下来啊，这个也是带众生苦的一种。 啊，如果不发愿带众生苦，那我不必要啊，这个出钱出力啊，要遭到啊毁谤，那何苦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啊，主要啊，希望啊，能够替众生啊，惜灾了，减轻灾难了，啊，大灾难化小灾难。 小灾难化没有灾难，那么这些也都属于带众生苦。那么下面讲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呢、啊？啊，这一句是总纲领，非常重要。啊，古往今来啊，许多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那些创始的大圣大贤。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教人啊！每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这样教导人民的啊！凡乎所有修行，没有一样不是不是为自己啊！凡乎都是为自己啊！啊，第一个先考虑到自己啊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不是为大众。 唯独活菩萨圣贤呐、啊，不考虑自己，不为自己啊，都是为众生呐、啊，为大众着想啊。那做什么事对大家有利啊，我、哦、我们就来做啊。因为呢啊，这些活菩萨圣贤知道啊，自己跟别人他是一体的。 现在话讲叫生命共同体了，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同一体的，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都是一体，啊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是能现能变，啊，宇宙万法是所现所变，啊，这个事情啊，就跟梦境。 很相似啊！我们做梦的时候啊，梦中有自己啊，也有山河大地，也有树木花草啊，有别人，有芸芸众生啊，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啊。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做梦的经验。那佛告诉我们，眼前一切诸法啊，我们。 白天醒过来了，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，啊，跟我们晚上睡觉做梦的梦境啊，无二无别一样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首偈，啊，那下面半首就是。 如入一炉电，应作如是观了啊。那么这首偈是要我们把眼前六层境界，要常常看作是做梦啊。我们现在在梦中啊，而且是梦中梦啊。六道轮回是梦中梦啊，四圣法界还在做梦，还是梦啊？但我们六道法界啊，是梦当中的梦。 那么为什么呢？真的是做梦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事实真相是这样，像上有理上没有，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啊，我这个现象有啊，啊，这个五花八门呐、啊，啊，这节目，啊，这些影像。 无量无边的、啊、很多很多啊，理上啊没有，活菩萨醒过来了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迷惑啊，不迷惑啊，他就不执着那个相了啊，不执着啊，就不起货了。 不起惑，他就不造业啊！他不造业，就不会受轮回之苦了，就超越了啊！这是活菩萨啊，觉悟了，不迷惑了，知道那是梦了，所以他不起一向如如不动、啊、因为他不是真的嘛。 那我们凡夫还在迷惑颠倒之中，在梦里受苦受难，在梦里受苦难的时间多，啊，在做梦的时候享受的时间少，啊，就好梦少了，噩梦多了，啊，所以这一切啊，苦乐都不是真的。你常做如是观。 你自然就能放下，啊，放下也就没事了，啊，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看破，所以放不下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啊，主要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了，啊，看破就是看清楚事实真相了、啊，认识事实真相，认识我们现前这个世界。 啊，事实真相是什么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了，没有一样真的。啊，所以海贤老上啊，啊，在这个光碟里面也讲了、啊，啊，世间一切都是假的，啊，只有念佛求生西方是真的。 啊！但是我们啊，如果没有一点《金刚经》的啊这些理论来帮助啊，我们看不破，放不下了。啊，所以放下不容易啊，讲比较容易，真要放下不容易。那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因为事实真相啊。 我们没有真正看破，啊，真正看破啊，在《金刚经》讲，就是要应作如是观，啊，那个观就是看破，啊，你去观察、观照，啊，这个世间的一切就如同做梦一样，都不是真的，啊，你受苦受难。 还是享受快乐，啊，通通是做梦；受苦受难是噩梦，啊，很快乐是好梦，啊，一觉醒过来啊，都是一场空，啊，所以这是世尊教导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啊。我们为佛弟子，对佛的教诲要信得过，真正相信。 要依教奉行，不生疑惑啊！你行过一段时间，自然就有悟处，你就照这样做。做一段时间呢，啊，你自然就有悟处了，自然就能入佛境界。啊！可是你一定要依照佛所讲的方法，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修诸行法啊，这个诸行法。 在佛门里面讲八万四千法门啊，那八万四千呢、啊，它是一个归纳的数字。那实际上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八万四千展开是无量无边啊。那无论任何一个法门，门门通达成佛之道啊。你只要一个门真正进入了，深入了。 就能达到成佛我们遵守世尊的教诲啊，遵守世尊在净中经典的教诲啊，选择了净宗法门啊，净宗的典籍最少，方便于受持啊，是少到不能再少。 一句名号阿弥陀佛，你万言放下，四出四法通通放下，经教也放下，就抓住这四个字阿弥陀佛，能不能成就？能，只要你念到一心不乱就成就，是一心不乱你得定，啊得禅定了啊，我们一般讲念佛三灭了、啊。 这四一心是念佛三昧，那么离心不乱了，你就大彻大悟了，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啊，念佛也可以达到明心见性，啊，不止参禅，啊，修密邪教，啊，念佛也可以，啊，修诸行法的最初方便，你要记住。啊，不记住就很难。 啊，这每一个法门呐、啊、的修行方法都有它最初方便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一个下手处了啊,啊，这个也都必须记住这个条件啊，如果不记住这个条件就很难。那么正宗最初方便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花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 只要依照这八个字，一生一切时一切处都不离开，决定成就不为自己，只为众生，广利群生，这是菩提心啊！但是这讲起来容易啊，那、啊、事实上要做起来呀、啊，也不容易啊。 啊，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花菩提心一向专念，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啊都有解释。啊，花菩提心啊，也就是说。 我们用比较浅白的话讲了、啊，啊，因为这个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我们一般人也不容易懂，什么叫花菩提心？啊，那么在经典里面讲啊，啊，这个观经讲啊。 身心自成心，花相回向花艳心啊，那这个是菩提心啊，那这个没有深入的去讲解，我们一般人也不容易体会了。什么是身心呢？什么是自成心呢？什么是回向花愿心呢？ 啊，那大圣起心论讲啊，自心大悲心、慈心啊，这个我们一般人也不懂啊。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没有研究过经教的阿公阿婆啊，他们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三年成就了，他往生了。 啊，这个自古以来啊，这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啊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做菩提心呐，啊，一部经也不会念，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。那么近代啊，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的，一个早期啊，在民国初年呐、啊。 浙江宁波关中寺地贤法师的剃度弟子郭若讲啊，这是他童年的玩伴啊，生活很苦，中年呐、啊、求地老啊帮他剃度帝啊，地老啊劝他呢啊，你四十几岁了，也没有读过书，不认识字。 啊、你剃度之后啊，不要住在道场啊，因为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啊，不能随众啊，啊，人家就排斥你了。啊，也不要去受戒，啊，戒场规矩很多啊，你这大老粗、啊，恐怕到这场啊，戒还没受完呢、啊，就被赶出来了。 那第三个条件呢、啊，就是给他讲，啊，我给你宁波乡下找一个小庙，找两个老菩萨呢，煮中餐晚餐给你吃。啊，你在这个小庙啊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一直念下去，一定有好处。 啊，他也很老实了啊，那只要你愿意帮我剃度啊，这个条件都接受啊。他真接受，不是假接受啊。那么真接受就是看他后面呢、啊，他怎么行使了，他表现有没有照这样去做了啊？那照这样去做呢，那是真接受了、啊。 啊，如果当时啊口头上说接受，那后面也不老实念佛，那就没有真正的接受了。啊，那郭罗匠是真接受啊，真的三年不出门了、啊，啊，真的就是地贤法师教他的，你就一天到晚就念南无阿弥陀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快继续念。 练了三年了，被他练成功了啊！那,那么这往生还站着往生，站了三天，等地仙法师来给他办后事啊！地老看到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他说：“你没有往会，你出家一场了啊！天下呢这些大寺庙的主持方丈啊，不能跟你比。” 讲经说法的大法师也不能跟你比了，啊，真的有成就了，啊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些年，我们敬老和尚一直赞叹推荐的海贤老和尚，那也是一个字不认识，啊，二十岁剃度啊，啊，他的师傅就叫他呢。 你就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啊，因为不认识字啊，啊，以前穷啊，没有钱读书啊，啊，都是做农夫啊，干活啊，所以根据我们敬老的评估啊，大概他也是念三年就功无成片了，啊，大概十年啊。 就达到事一心不乱，二十年就达到离心不乱了。啊！但是他的剃度师傅有交代他一句话：，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明白了，不要说，不能说，不可以说。他也遵守。二零一三年往生，六年后开缸，肉身不坏。 啊，现在装这个金身，还有什么台湾早年啊，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也是练了三年就往生了。她的媳妇劝她婆婆念佛啊，这个老太太啊，原来是拜神的啊，反正有庙就拜，有神就拜啊，她也分不清楚什么是佛，什么是菩萨，什么是神。 反正通通拜啊！后来娶了一个媳妇啊，信佛的啊，劝他不要到处跑了，年纪大了啊，在家里好好念阿弥陀佛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、啊、他真的就从那天开始就在家里老实念佛，不到处跑了，也是念了三年。 有一天吃晚餐的时候啊，告诉他儿子媳妇说：“你们先吃了啊，我去洗澡，不要等我。”啊，但是儿子媳妇还是孝顺啊啊，等妈妈一起用晚餐。啊，就等了很久，没有看他出来，啊，就去找他了啊，结果穿着海青走了。啊，那么像这些例子啊。 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花菩提心呐、啊，那一个字都不认识。这个经教他们也听不懂。但是他们有个特色，就是老实念佛。老师怎么教他，别人怎么劝他，哎，他有这个善根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是术士啊，累积啊深厚的善根。啊，这生虽然没有一年呐学习这些经教，但是他有这个善根。 啊，这个因缘呐，接触到了，啊，引发他过去这个深厚的善根呐、啊，他就能不怀疑、不间断、不夹杂，老实念佛，一直念下去，三年成功了。那他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他们真信啊，不怀疑啊。 啊、老师叫他说一直念下去有好处，他就真的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，不折不扣的啊！他真信呐、啊，啊，真发愿呐、啊，愿生西方啊，啊！所以我与祖师讲啊，真信切愿呐、啊，就是无上菩提心呐、啊，你发。 这个愿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深信有极乐世界，深信自己念佛就能蒙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，丝毫不怀疑。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！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啊，给我们解释这个大疑惑了，大疑问了。 啊，才知道啊！如果你真正记住真性切愿念佛，啊，真性切愿愿生西方，不怀疑，那么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了、啊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还不发菩提心嘛？阿弥陀一定啊，劝我们发菩提心嘛！啊，所以我一祖师讲的没错啊，那无上菩提心呐、啊。 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，那不是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这些阿公阿婆不论是自的这些大德啊，他们是真信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，真信不怀疑，老实念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符合花菩提心一项专念。 虽然不懂经教，啊，但是发的心是菩提心，啊，那么如果不是像老实念佛这种根性的，啊，那经教就很需要了，啊，用经教啊、明理啊，让我们断离生性。啊，讲经说法、听经闻法，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离生性。 啊，因为我们有疑惑啊，啊，你疑不断呐、啊，你信心升不起来，你业也发不起来，念佛啊，半信半疑，那这个就对往生西方产生障碍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一项专念，这个真正依照这八个字。 那么，来念佛啊，决定成就啊！不为自己，只为众生，广利群生，这是发菩提心啊！求生净土也是为一切众生求生净土的。啊！这个就是菩提心呐！啊，求生净土做什么？要成佛啊！成佛做什么？要度众生呐！啊，你不成佛，你怎么度众生呢？ 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了、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修好了，就能帮助别人。啊、修行啊，要受一点规矩，受一点约束。啊，也许自己跟别人看起来这是在受苦。啊，修行啊，那当然。 啊，你就有一些规矩了啊，总不能像一般世俗的人一样啊啊，要受一点约束了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吃素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啊,啊，啊，要吃素，不能杀生，这个就规矩啊，不杀生啊。 要吃素啊，受这个约束啊，那我们不就不能像世间人啊，这个大鱼大肉这样去吃了啊？那么也许自己跟别人看起来啊，这是在受苦啊啊！所以过去啊，啊，我们学佛了啊，这个。 啊，我俗俗家啊，世俗的同学啊，啊，看到我啊，啊，学佛了，啊，好像很多约束啊都不行，不能杀生，法师讲经还要听经，啊，也不能去娱乐，不能去唱歌跳舞，啊，不能去吃喝玩乐，啊，他们感觉啊，好苦啊。 所以他们讲了一句话说：“你这个人生是黑白的，他们的人生是彩色的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能够享乐。那我我这个学佛的人呐、啊，你看呐，啊，受那么多约束，吃那些苦，啊，所以在他们眼睛看起来，我是在受苦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受苦也是代众生受的。 啊，要做给众生看呐。啊，自己有成就带众生受，啊，但欲广利群生啊，主要啊是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啊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我们做一点一滴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为众生做的，不为自己。 好，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还没讲完啊，我们下一堂课啊，再继续来学习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